白送给我。啊，哎呦，这啊，东哥您这是搞错了吧？你别叫我东哥，你叫我小东就行。徐小姐，你一定要收下，你要是不收，我就跪死在你面前。啊，哎，东哥，你快起来呀！你可是咱们江北黑道总教父，地下总扛把子。我叫你来是砍死这个臭卖鱼的，你怎么能给他们跪下呢？我，方忠信，你不提这些还好，老子今天落到这副田地，都是被你坑的。让你四处整事，逢人装逼，我让你到处欺负人。要不是你，老子现在活的好好的。谢万东，你可别忘了，你能有今天，还不是靠我们方家提携？没有我们方家，你现在还是个小喽啰呢。你敢打我？我替你老子管教你。我用你管教我？我，哎呀，我，啊啊啊啊啊！今天只是提醒，今后再敢来找叶先生闹事，我就让你断子绝孙。